大家好，又是我金姑娘啦。相信大家都会知道，人会老化，皮肤的 collagen 都会慢慢流失。当我们由20岁开始，每年的 collagen 就会流失 1%。流失越来越多的时候，就当然会出现纹、松弛这些老化的问题啦。有些人呢就会吃很多花胶啦，或者是一些 collagen 的食物，去防止皮肤的胶原流失。但當然這些是沒有特別的科學實證去證明有沒有效的。我今天要介紹的就是這一盒 Collagen Lift， 是可以飲用的膠原蛋白補充劑。經過臨床認證，它可以減少 53% 的魚尾紋，還有可以增強我們頭髮指甲的油韌度，而最難搞的橙皮紋它也可以改善到。咁佢飲用方法咧，就係每日空肚飲咗先，就唔好食早餐住喎。咁起碼都要隔翻半個鐘先好食嘢啊！呢段時間咧就可以化妝啦、換衫啦，然之後就可以準備出門口啦。